权利吗？妈，你简直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了这么大，还供你读书，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吗？你真的是无情无义妈，啊，我的爱啊！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妈，弟弟治病欠的钱，我会想办法还的。他们楚家已经答应给我们2000万的礼金了，你就安心的去做楚家的少奶奶，听话好吗？妈，你这是把我卖了吗？我想听到的是，你把事情解决完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回了家才知道，是我妈瞒着我和你们家订了这场婚事。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对不起。宋安乔。婚约有你，结婚也有你，我怎么感觉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呢？你想干什么？